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随意达，我现在在北京的798，马上要参加中国国际时装周的闭幕式。因为我要快速换一个造型，所以我来到了我最爱的娜姐的剪辑的店铺。她的店铺好美啊，我的天！剪辑是一个中式的嫁衣品牌，它除了嫁衣，也有很多中式的礼服，改良过的礼服，为中国传统的服装带来了很多创新的设计。然后剪辑的品牌助力人娜姐也是我多年的好朋友啊，这次因为正好活动在798，他的店铺也在798，我就为了赶时间，我来他的店铺快速的换一个妆，一会儿要做一个特别夸张的我很期待，把我的眼妆赶一下，这些是我一会儿要用到的东西和首饰，然后一会儿要穿上我们品牌新给我昨天做的大披肩，我们工作室昨天帮我赶出来的，哈哈哈哈。S 点，这是我的 logo。嗯，我的妆改完了。嗯，其实就是把它稍微加深了一点，然后加了点金色。现在把身上缠完了。这就是我今天的造型，我们就准备出发吧。欢迎随意达品牌设计总监。Stupid boy think that I need him. I go red hot like a demon. I go ghost for no damn reason. Stupid boy think that I need him. Pleasing, season, I'm spicy. How to touch you, much too pricey. Heathen, I'm in your psyche. You don't know no one else like me. Whoa.